像现在我像现在我在等人，然后我觉得有点像现在我在等人，然后我想要调整音量，我这个 Power E 摇杆下面就有音量调整，真的是超级方便。那我们下一场要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就再把音量调回来，真的是超方便。这原厂摇杆没有办法这样办啊。